谁需要温度，谁让它燃烧，狮子座的王宝山，当你发慌，别人说我疯癫，我说那些风希望更会打扮自己，对。
我觉得这个造型挺适合你哦，去美国看时装周。对对对呀，其实这个造型很重要。对，造型很重要，要跟音乐配合。可是音乐最重要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我们要先预告一下吗？不要预告，不要预告，免得我做不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不预告什么时候，可是敬请大家期待吴莫泽的新专辑。一定会有哈林老师来参与。你不要这样讲，我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吴莫泽，哎，满一年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吴莫泽已经在《中国好声音》毕业之后满一年了。我们来看看吴莫愁的成绩。这首歌曲叫做《爱爱爱》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莫愁，也更加支持了哈林老师。希望今天我们演出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热情，很多快乐，好吗？谢谢你们接下来这首歌曲《爱爱爱》，谢谢你们。一起